现在出了这个隧道，前面那个隧道口就是钟南山，秦岭钟南山隧道，18000米，18公里。这个隧道走出去起码要半个小时。现在我们已经进来了。开了半个小时，人都开瞌睡了，总算开出来了。这个隧道啊，真的是太长了。然后人在隧道里面啊，会感觉那种疲劳。啊，瞬间开朗了。在秦岭山里面，这个树啊都已经红了，都已经有一点这个香山红叶的感觉。其实像现在这个季节去这个陕西西安的这个黄百园，特别漂亮，那个地方的风景啊，航拍哇，真的好美好美。我们原来玩摩托车的时候，经常会往那边走。那边还有一个千年银杏树，还有一些那种就是像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年代感的那种客栈民宿，特别好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紫阳南安康南服务区，还有120公里，我们就到达了今天的驻车地。现在已经下午6:30，然后我们现在去上个厕所，好吧，仙儿，你在这乖乖的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小家伙，咋的？好长时间没坐车，不习惯了。好，我们先上个厕所去。安康南这个服务区很小，一会儿刚好去前面那边加加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油已经加好了，加了54.57升，276.1块。他说加不下了。你叫什么呀？路上就等等你洗澡，想开车也对讲机。然后我们现在接着出发。我这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讲机，应该有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两个人一起走也热闹。走好，走，我们走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今天的这个驻车地。现在外面太黑，什么也拍不出来。这里是一个小山沟里面的一个类似于景区一样的停车场，但是没有景区，特别黑。然后周边就我一个人停车。然后我现在要把车上早白天放回来放进来的东西归整一下，因为刚第一天出来嘛，所以东西弄的比较多，还有好多衣服全部堆在那后边了，还有这里我要全部把它归整一下，先收拾收拾。稍微有点窄，扩大一点。感觉轨道该上油了，这样就大很多了。一会儿把电热毯啥的都可以铺上了，是吧，小家伙？我们俩又过上房车生活了，从此以后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啊，小家伙。好，收拾车。我先做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个框给它固定到这儿。固定到这儿的话，机器还能往这边挪一点，把它固定到这个头这里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把这些做咖啡的这些东西，这些刚好就匹配到那里面。我看一下，做个俗人吧，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。顺其自然。
后这些东西就可以收纳了。这些东西啊，就把它收纳到这里面。这就挺好的，一个就够了。啊，这还买了一个，有两个先留一个吧，那边的话就不用放了，方便我这个东西这样转来放在这边就好了。哎，不行，只能放那边，不能放这边。说，那完，他拿不出来了，这尴尬的。你在这看啥呢？是不是在笑笑我傻？夜晚拥有星星，云朵拥有雨滴。正好想躲进你的大衣，你为我挡着风，也帮我挡住狂风暴雨，在茫茫夜空里听见你的声音，轻轻说我爱你，我就愿意放下所有朝你奔去，星星连在一起，好像我和你拥抱的剪影。刚才直播了一会儿，然后也没吃饭，到这儿现在煮碗面吃。好了，我们水烧开了，下面条，这些应该就够了。好了，我们的面煮好了。OK。今天车里没啥吃的，本来想着这下了高速肯定会有吃的，结果呢，这个地方好像太偏了吧，结果下了高速都关门了。自己煮点面，然后这个酱，这个酱是阿挺媳妇儿送来的肉酱，哇，好香，还好有个这个酱还有点味儿。然后这个还有左姐的这个鸡辣椒，它这个鸡辣椒里面看到没，全是这种大块的鸡肉，刚好今天吃这个好爽啊。好香。好了，我吃晚餐了。